第四题，池坑位于长子岛县正上方，已知途中的电流由由北向南，则有关于池坑的偏转情形何者正确？忽略地磁的影响。我们晓得这个题目的解决是要用所谓的安培右手定则。在长子岛线上，安培右手定则，大拇指代表的是电流方向。这一题呢是所谓的由北向南，也就是在图上面是向下的。然后呢，四个手指头弯曲就代表着磁场方向。所以我们比安培右手定则像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磁场呢是从纸的上方转向纸的里面转一圈。转到它的上面之后做切线，就指向了所谓的左边，而这个图里面的左边就是所谓的西边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磁场是向西，所以我们的 N 极就会指向西边，所以我们第四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B。 好，我们说磁针偏转情形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 B， 向西偏转。